日盘，撇有粗到细，横起笔在撇的中间偏下一点，横要短点，下面这横左边略微长点，向右上方斜。收笔的话，比第一横稍微长点。靠上这个点，不能超过横的收笔的地方，要有错位。同样，这个笔画有两个撇，一个是相对直一点，这个是稍微有点弧形；一个是直的，一个是弯的。这个两个横的话，一个短，上面短的，下面要长的，得有个点，点应该靠上，也靠近这个撇的位置，不能超过横的收笔的地方。这个撇的起笔应该是在横画中间偏左，到了之，竖上粗下细，横细竖粗，这个字注意什么？特别要注意这个右部这个口，这个不能高出这个横画，这样子都不好看了，应该在右部的偏下一点，上面给它留的空间大一点。口的外形上宽下窄，这个竖向下出图，这个横向右出图，要拖住这个竖笔，横细竖粗，口的外形上宽下窄到梯形，注意这个横画的长短，横一个短一个长，撇有粗到细，横的起笔是在撇的中间偏下，这个撇的起笔是在横的中间偏左，注意在这个位置，点要靠上，这边有。